多想艾坤，每天都在想你们啊，你们有每天都在想我吗？嗯，可以隔着屏幕亲一下。我也不是很会说什么，我就做一个跟他们的约定好了。心像一颗躲避球，这个小可爱是什么鬼？小可爱，你们比较可爱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爱控的大家庭，然后我会一直做你的小可爱。是这样，你给这个小狗狗取个名字，今天真的吗？对啊。不能叫，不能叫，不能叫爱控。你们是小猫咪，你们是小猫。I will be your side， 就是他们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希望我能永远陪在他们身边。最后，后面麦克，我觉得他们的付出，就是我今天所有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有他们的付出，有他们的陪伴，所以我就是爱你们。然后，坤和艾坤是永远在一起。因为太想你了，所以也想借这个舞台跟我的艾坤说一句话。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想保护好你们，因为我们一样会承受很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就是不要害怕。未曾谋面的也终将会相遇，所以一定会相遇的，慢慢来吧，慢慢约会吧。对对对。有你就拥有全世界，我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更轻易，依赖的变任性，你的眼睛。再说我愿意，你怎么在那里，我好想你。再来一次啊，我要听你唱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，我也想你。我觉得艾坤的可爱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。他们每天都很酥啊，他们就可能跟我比较像吧，就是就比较肉麻那种。我吗？你们在的话不太方便。是的，他们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当作是我给你们爱的抱抱。首先在想它的颜色，我每次在想舞台的时候，我会先想它的颜色。比方说梦的话，它是白色的，纯白的。然后我跟导演说，我要一个玻璃屋，里面是纯白的，白色的床，白色的西装，白色的东西。最后我突然间想到，哦，我还要一个白色的婚纱，因为算是一个意象，算是一个意象。那我也不敢请真人，然后我怕他们是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我怕他们生气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假人。我现在才接了，是男主吗 ？Hello。是啊，实在没有想象到，很可爱。放心，我们家的晚安，我来看看。我妈问我，你初几来我家？我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
爱情，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。